大家好 ，S 车道，咁今次就介绍 Tomica 嘅 TDM， 搵到个名先啦，死都唔搵到。Jiku 系啦，咁就唔知呢个系咩版本啊？我估应该系个 TEM 版啊 ，Tomica Fat Model 嚟应该。不过佢呢啲就唔会点讲嘅，佢呢啲咁嘅未来车。系啦，咁我呢架嘢都买咗好长时间啦，咁我就以为介绍咗，不过依家 check 翻个播放清单咧，咁我就系未嘅，系啦，咁如果有介绍过，咁大家就帮手俾条 link 我搵翻啦，咁我俾我放翻入个播放清单度，因为我正常嘅话，应该一早放片，未放片嗰时应该 set 咗入去嘅。系啦，咁今次呢架嘢就几型嘅。佢原本系救护车啦，原本个版本，我应该再拎埋出嚟，喺正呢度。系啦，原本救护车咁，佢就变埋做警车啦。基本上系全部好多车都变晒警车，私家车又得，消防车又得，咁何况一架救护车？咁佢嘅功能咧就系避震啦，同埋个驾驶舱可以转去第二边咁，变一架老爷车。系啦，唔好清楚边个有需要将架咁型嘅车变到咁，系啦，唔知个功能有几，即系个实用程度有几高啦。系啦，咁啊，车头车尾就即系个驾驶舱嘅前后就有只老虎同有条龙啦，即系个龙头啊。系啦，咁啊。唔知点解喂呢两只动物啦，会唔会关卧虎藏龙呢个成语有关？应该都冇关，好奇怪啫，喺度唔 make sense。系啦，咁啊，哦系啦，呢个 Tomica Fat Model 原来都印咗喺度 ，OK， 冇嘢啦。咁啊个车底啦，超型咯，零几年噶，2009年，系咁有五架车喺度制造紧住嚟，超癫。系啦，咁呢个警车。翻原本嗰架啦，呢架好耐之前，所以都残残地。咁今次架嘢嘅介绍就嚟到呢度，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